最近，我常常在讨论，讲咱台湾做些问题，包括 service trade agreement， 还是讲核四，还是十二年国教，还是讲咱台湾哇，做些了，咱台湾干嘛做对做到位啊？为什么这问题不应该做问题？为什么应该做问题？大家拢去讨论，大家拢去讨论讲，这是不是到尾来看到是麦克总统诶，这个。micromanage personal style，如果伊个 personal style、leadership style、decision making style 都是安尼话吼，我想咱台湾伫未来即几年吼，甲关键问题会阁继续出现，会阁继续出现。为虾米讲迄个 micro leadership style 是 micromanage style？ 我想较早吼，我捌带过几个迄个领导者，带过即领导者吼，其实我个人上佩服。是阿扁总统，阿扁总统迄阵叫我去游会会的时阵吼，我拄来开会吼，才叫我入去办公室，召见去陆委会，五月二十号开始，总统能不能让我那个几天考虑的时间？免，那个你都答应，就不用考虑了。所以阿扁总统就叫我去吼，我们游会会之前，我问阿扁总统，总统你有没有什么改变？你有没有什么政策上的指示？你觉得什么时候应该要做的？你敢讲？我来教育艺术。阿扁讲，唔免，你知影着委员会咧做啥物，你去遐，你着照你感觉讲上好诶代志，爱做诶代志，你着去做，没有任何改难。较早大家感觉着讲，用委员会吼，还是讲用化政策、外交政策吼，这是总统诶 turf， 所以总统一定是逐工甲你敲电话，逐工甲你指示。结果我去用委员会去两三个月，伊也毋捌甲我敲一个电话，毋捌甲我敲一个电话，伊着甲我放咧即个位置面顶了后，伊百分之百相信我。我感觉我获得百分之百授权，我感觉第二代志、后代志我去做，这个是最好的 leadership。对所有的 decision maker 来讲，这让从国家的这个里面特别讨钱。但是我想，迄个甲尾啊，咱看到马英九的这个 leadership style， 是 put the right man in the right position and trust him do the right things， 伊不是安尼啊，伊不是安尼啊，直接甲卡住了，卡好这个部长，卡好迄个局长，卡好迄个司长。一贯的台中是 PPI 的台中，所以那个在台湾的政坛叫马英九叫做马科长，一贯的马科长级。如果说这个总统一贯的是科长级的，做科长级的台中的时候，你想部长啦、处长啦，一贯的都更加少啊。所以这个台湾的这个建股这是未顶人的这个建股，所以这问题是足大的。我想在台湾的建议民进。这么不行哦，各有另外一个反应，这嘛是跟马英九总统有关系，就是讲 credibility， 选举进前讲，甲选举了后讲，还是讲就职演说面顶的承诺，甲实际上的政策，还是讲前面的承诺跟后面所做的不一样的地方，足济，这较袂讲。那各位有机会哈，去网络面顶哈，去找那个 type in keyword 马英九说谎哈，足侪几啊千个那个唔来几啊千个几啊万的那个 result 就造出来哈。我凊彩去当做一个叫做马英九说谎大全，马英九说谎大全。譬如说我当选后。要当全民总统，绝不兼任党主席。然后，伊讲选前讲不会用简体字，但是伫个李孔孔丢面前，大家记无？市政书简，等于讲伊个快吼，爱简诶正体字爱快有啦吼，写爱会晓写简体字啦吼，然后。我要教育的政见发表会写，总统算命政见发表会写，我要教育我的子女，生生世世为台湾人。即马无去台湾人，算命进前讲台湾的前途要由2300万人来决定，我都讲过，算命了后变成一国两区了，变成一国两区了，然后伊讲。那个中华民国总统的薪水，比较其他的国家原本就偏高，这点人请你共勉，所以
所以伊爱陈水扁总统的薪水来减我，哦，啊，伫伊个选举的时阵吼，伊讲633如果达不到的话，伊的薪水要减我，无问题，哦，啊，即马讲633要等到他下来的时候才能够达成，哦，我足侪人想出来，因为伊较早吼高铁测好的时阵吼，伊讲高铁是废铁，哦，高铁危险。坐飞机比较快，他不敢搭高铁。哦，啊，今嘛算比较哦，吼，伊咧咧讲的就讲，一点也不输给日本新干线。哦，我足济人我念袂了啦，啊，我大家补充一个，过两节就好啦，哦，过两节就好啦。哦，伊讲要青年浮选，要反贪腐。哦，对咱来讲，心上痛，就是这个贪腐的标签，特别来讲头壳顶，你是。咱较早吼做者政府官去调查，到尾拢无代志。44件去互调查，甲即马结果个拢无代志。吼，啊，但是即马发现中无代志个是啥物啦？吼，我了解下。许才立啊，吼，高雄诶，迄个贵人个吼，张通荣即马个贵人，吼，啊，佮李朝清啦，吼，卓伯源、刘正宏，即种即马拢咧做问题啦，吼，啊，佮伊个手下大将，一个叫做赖树。一个叫做林义士啦吼，啊，若要搁我砍吼，要加注，要搁我砍搁我等下吼，啊，搁有吼，所以这个大家知影，就是讲伫个政治上，你个政治若讲要成功的话，你一定是要 deliver what you promised。啊，但是这个政府就是讲说一套做一套。我个会伫个2010年的时阵，咱迄阵发现讲，咱去参与世界卫生组织。是迄、那个去用安排做中国台湾线，还有一个阿扁之下，伫个总统府开一个记者会，火滚头乌鸦鸦，我要抗议，抗议你懂？啊，即摆你看到伫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年会，世界卫生大会的年会，你当时看到伊咧抗议，当时看到伊咧抗议，伫个顶摆双英辩论的时阵，伊讲伊伫个总统府要成立一个。WTO 以及 WTA 的小组，他要亲自领军，经常开会。啊，顶摆你是当时看到伊咧领军开会，我毋捌看过。啊，所以若讲一个政府是定定是安尼，伊的 credibility 永远是去用怀疑的时阵，我想这个台湾，这个国家是袂进步，袂进步的。这个政府是袂当做代志。啊，所以咱看起，到尾啊，追根究底。咱台湾问题，就是一个人的问题上严重，一个人的问题上严重。啊，所以伫个后一摆在选举的时阵，咱大家都爱知影，就是讲，咱顶摆选举有足侪人讲啊，足失望，变啊拢安尼吼。啊，所以一摆选举歪插伊啊，互一摆输，互民进党一个假死，互民进党一个教训。我足侪人我来讲，包括我前夫边，我来往安尼讲。啊！但是输了物件吼，大家看到，伊个过去即四五年以来，咱台湾输，毋是干呐民进党政权输，咱台湾经济输，咱台湾外交输，咱台湾国防输。未来咱台湾若无变化的时阵，咱会阁继续输落去，吼，会阁继续输落去，这问题足严重。所以我直接我来恳求大家讲，后一摆做选举的时阵，不管是连任选举，还是总统选举。讲顶摆苏贞昌主席来的时候，甲大家拜托，这一定爱大家参与。伫个末年选举的时候，大家有时间转来投票，转来到处选。啊，做咱2016年要选举的时候吼，会当有更加好的基础。吼，啊，伫个这几年以来吼，民进党原来有咧拍拼，原来有咧拍拼。啊，我直接原来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，因为我的一个单位吼叫做政策会，啊，政策会就是咧处理政策的这个问题，包括。重大的这个机会的政策，拢爱政策会才提出来，啊，甲咱一万年党团来协商，啊，才能来上路，吼、哦。包括核四的这个问题，核四的这个问题，吼、哦，民进党迄个党纲内底已经，吼、哦，已经是写伫遐，要创立非核家园，所以核四伫个非核。伫个民进党1986年开始的时阵，就是伫个头壳底内底，吼、哦，
较早即几十年，吼，拢个客观的环境拢是改好，尤其是伫个两千年的时阵，要去迄个啊冻结即个核四的时阵，吼，要去冻结核四的时阵，气候国民党大打一把，啊，所以迄上足难，上足难。啊，所以即几年因为迄、那个啊、日本的福岛核灾，大家对即个核能安全有较深。啊，所以我即摆咧做民意调查的时阵吼，差不多70%的民众吼，反对继续新建核四。啊，所以这个议题吼，这个议题变作讲已经徛伫个民进党的这边，还是讲民进党跟大部分的这个民众已经是徛到底啦。所以即摆阮做有足侪，包括讲下乡吼去啊、说明，去迄、那个啊、地方。包括透过阮的议员，透过阮的立法委员去组织、去算，讲这核能的这个问题，吼，包括讲咱台湾是否这个问题来处理这个核废料，吼，还是讲咱台湾的核能电厂是不是安全，这部分已经不断的讲，啊，这不断的接着讲，就强化一般民众要废核，还是讲废核是的这个决心。啊，这个核是这个问题，吼。本来来讲，国民党咧踮咧立法院要甲送互即个公投会当投的时阵吼，啊对咱来讲叫震动下来，啊但是伊往迄个啊耍诈，吼、哦、出老千，因为因咧地方内底吼是用即个反向命题，啊反向命题依咱台湾的即个鸟笼公投法内底吼，你要通过第一道门槛就是50%这个门槛吼都足低啦吼，咱看到有几摆公投拢无过50%的门槛。所以即摆国民党政府伊咧处理着出老千啦吼，啊，但出老千物件，我第二话伊已经小拍过几下摆，啊，刷了吼，伊也熬一个会议，那讲要继续处理的时候，那我们办不行，这个议题要通过的时候，阮原来无咧听，因为阮知影讲这个只有全面应战意图，所以阮已经迄个已经组织准备好势啊，所有的这个啊公职人员。啊，冬季人员，大家原来有这个心理准备，就是讲，咱一定爱甲建，一定爱甲正面迎战哦。如果正面迎战的时候，我的目标就是跨过第一道门槛。那跨过第一道门槛的时候，咱就赢，因为70%的民众是反对核四的，所以这是我咧处理的这个方向哦。啊，另外出现来的时候，哦，因为我有给这个小册子给大家看。你看，我们把这个理由列在上面啊。这小册子哈，这小册子不是要给我一般的民众，民进党无遐侪钱去做遐侪这个小册子。我们做那个小册子的目的，是要让关的公职党职的人员，大家手头有一件，有一本，大家知影安怎讲，大家知影安怎解说哦。另外涉及到服务贸易协议。大家知道服务贸易协议，这是对台湾来讲哦，这可能陷入一种价格这一现象。但是经济上哦，对咱台湾有足侪产业可能会足差的。就是讲服务贸易协议对台湾来讲，就是讲足侪即个中小型企业、社区型的产业，即马开放给中国，啊，中国人会当立马，中国人会进入到我们的社区里面去，将来我们就会碰到中国人的老板啊，上差，就是讲迄、那个。只要投资200,000美金的时阵，就会当有三个投资移民去台湾。我想世界上吼，这是从三个人吼，咱无美国在上面的投资移民，但是咱有中国。啊，所以中国未来因会做咱的统计，因会深入到我们的社区里面吼，这对咱台湾来讲，这已经变作国家安全层次的这个问题。啊，我伫个前几工吼，要传进前，甲较早经管会主委施俊仁有甲伊讨论，是讲你看，迄、那个啊服务贸易协议内底吼，咱开放互中国会当去台湾投资迄个金融企业吼，啊，即嘛咱台湾个金融企业个 owner 大部分个 share 拢差不多8%到10%，上侪10%，啊，大部分拢8%吼，啊，中国个即个资金规模足庞大，伊你买了吼，我想咱台湾有一半以上。干了一挂，以上的金控、啊银行，也叫中国在控，啊咱台湾金融完全被中国控制，啊所以这问题会足大。啊，大户也是台湾一个重要问题，哦，大户就是
讲刘振宏苗栗的馆长去迄、那个啊挖一般的民众诶，即个残堆去港处拆掉，啊，即引起迄个反弹哦。啊，阮派客家部哦，阮民进党内底有一个客家部，客家部去甲因遐来做合作，看因遐有啥会当斗相共的，阮会当做，阮拢尽量去做啦吼。啊，但是即卖一个困难的所在就是讲一寡公民团体、一寡劳工团体，吼、啊，是讲一寡迄、那个啊。学生的团体，伊讲我应该挂正义的色彩，哦，所以伊讲恁民进党相关方面，恁卖恁人来袂要紧，恁资源来袂要紧，恁送水好运，恁送个食的物件好运，我足欢迎的吼。啊，但是恁民进党的党旗卖掠出，卖穿恁民进党的衫出，因为应该吼，迄、哦那个政党夹着边，因若用伊讲若叫政党夹着边的时阵吼。中有因和国民党定位做真的是蓝绿对抗啊，蓝绿对抗也就失去正当性，所以这个问题会真大哦。啊，所以对我来讲，就用我来当倒三江的所在，我进行倒三江，包括309的反核大游行哦。动员人，我动员从这啊，但是我迄大队，我上尾一个大队，我甚至动机都未拿出来，动机都无拿出来，就是讲我来当做的，我尽量去做，有啥物意味？受到咱台湾重视的，我一定是徛伫个大家头前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我想对咱台湾来讲，足重要的一寡主张，吼、哦，包括讲国防的主张、外交的主张，我拢一定在上，吼、哦！包括国防，上重要是国防，吼、哦！伫个迄个所主席去美国，来美国访问之前，吼、哦，我有上国防蓝皮书出来，吼、哦！啊，好，迄、那个其他国家看，哦，美国政府看。啊！美国政府发的这個，我这是好的，这是真好的代志。啊，所以这么做完，伊甲我讲迄个国防的这个代志啦，吼。啊，我即马吼支持度较悬啦，吼。啊，直接甲大家报告就讲，我出来进行三工吼，民进党上新的这个民调啦，吼。啊，这个民调吼，除了问讲啊国民党甲民进党的对比以外，吼，迄个其他泛绿甲泛蓝的这个对比啦，吼，我讲甲迄泛绿的加减，泛蓝的加减，吼，泛绿的这边吼。已经赢泛蓝这边已经10%，哦，甲大家鼓舞一下，大家了解一下。就是讲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吼，吼，虽然讲有一挂人啊，讲啊，国民党做甲遮差，啊，恁民进党做伫倒位吼，但是这是一个既定的印象。实际上，是民进党的支持已经起来，为去年的对，我就一直拢赢国民党。啊，有当时还佫找有一丝丝啊，但是即摆赢，即摆是赢上这个所在。啊，阮有信心，就是讲即个赢的程度，要佫继续赢到明年。啊，明年了后，若讲会当赢到较济的时阵，即就变做2016年上好的一个基础。啊，这是阮拍拼的一个目标吼。啊，我想即摆啊，另外一个多谢你。我想即摆一个上大的代志，就是9月15日吼，苏主席要甲麦友。辩论啦，吼、哦！我来遮我哪有听到？其实我伫台湾，我哪有听到？吼、哦，就是讲，啊，即摆有遐阿话吼，啊，你出界面在创啥？啊，有诶学者，有诶学者就讲，啊，迄、那个毋是男女对决的问题，这是国家利益，这个是专业的问题，吼、哦。啊，有啥物你来解辩？但是我互大家了解，就是讲，即、這个服务贸易协议，吼、哦，民进党已经一直会搞务，都去处理，包括伫个电话，吼、哦，即、這個、台式的时候，我都去机构面讲。讲恁来搞完枪，逐条讨论，逐项表决，来搞完枪嘛。啊，签了了吼，我讲安尼无够，爱搁有公听会，爱搁有公听会，啊，协议吼，拢总20场公听会，较早唔捌了，较早拢唔捌了，啊，国民党搞完枪这协议啊，啊，伫个电话里结束进行吼，拢总4场公听会，啊，后会期吼，后会期搁有16场公听会。16场公听会，专家学者业界拢会当出来，拢会当出来讲。感觉讲因离个什么所在受到损害，到底咱什么所在无去受到照顾，啊，这政府伊个多位做了如何？政府为虾米安尼做决策？吼、哦，关于对政府的这个决策吼，我定来有一个形容啊，吼 ，You cannot put the horse behind the car， 吼、哦，就你一台车吼，你一台迄个马车吼，你袂当迄马力放在迄个车的后边。啊！你叫伊来拖车，伊肯定是倒头路的啦。吼！啊，即摆政府吼，就是 always put the horse behind the cart。吼，比如讲，迄个 ECFA 吼，
是马英九先做翻译啦，啊，迄个中经院才去做评估了吼。啊，Service Trade Agreement 已经签好，啊，但是 Assessment 吼 ，Assessment 还未出来哦，到月才会出来哦，哦，一个月才会出来，正式的 Assessment 才会出来。啊，这个 put the horse behind the cart， they always do that。啊，所以对咱来讲，咱若讲会当为一款唔好嘅物件，为一款唔对嘅物件，为一款对台湾有负面影响嘅物件，对台湾会直接会受到损害嘅物件，会当阁有一个机会，互咱全民来了解嘅时阵，我想这是一个真好嘅代志。这个比如讲，咱阁有十个场公听会，这等于是 60+1， 尤其是这个 plus one， 这是足重要嘅一个 plus one， 因为我较早办的这四场公听会吼，迄报纸拢无啥物报啦吼，电视都无啥物甲伊报啦吼，甲咱注意事无甲放流尔吼。啊，刷落了这十个场公听会吼，我的平台嘛是同款，就是讲迄报纸拢无啥物甲你报啦吼。啊，所以十个场公听会，国民党伊也无啥物惊，20场公听会伊嘛无啥物惊，40场公听会伊嘛无啥物惊啦吼。啊，但是这个辩论，这是强迫中奖，这是现场转播，你无其他的选择的余地。除了讲转播的公司以外，所有的钱拢会当甲你转过来，甲你转播，啊，给你讲报纸一定甲你写，所以这是强迫中奖，这是予台湾的民众有一摆真好的机会，当了解讲这 Service Trade Agreement 到底问题伫咧倒位，为伊的决策程序到实质的内涵，到底伊的问题伫咧倒，予大家当了解哦。啊，这宋主席，我来特别甲交代，讲这件代志一定爱。大家知影，这是为着台湾人民的利益咧把关，而且咧拍拼吼。啊，我想顶摆总统选举，大家拢知影，咱声势也好，啊，为虾米到尾输去？吼，啊，伫个民进党，伫个中央，我伫个民进党咧服务，我想我的心情甲大家同款，就是讲，咱输伫个倒位，有去学到教训无？有去知影讲咱问题出伫个倒，有去努力改过？去努力改善我们的这些缺点，把大家破布，正在努力改进当中。那结果你是公众上意料吼，有人迄个写伫个迄个专栏吼，还是民意论坛里面讲，哦，我只迄个国民党敢那咧做票吼，迄抽出来票吼，甲我一般咧想拢无同款，啊，但是拢看无你来干票完，那你基层是空虚的，是空的。啊，伫个去年。所出现、当选出现了，伊伫个这方面也有足侪功夫诶。好，啊，这个基层组织就是包括迄个核四的这个十万建兵，啊是讲过来吼，佫有足侪这个选举的时阵需要用的监票员，啊是讲这平常时选举进程，选举进程需要的这个游说，这个我想甲大家报告，就是讲这方面大家一定爱放心的。一定要对阮有一个信心，就是讲，阮相信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阮相信台湾是一个主权的国家。为什么这足简单？就是讲，咱选总统，讲咱选总统，总统是主权的象征。咱选国会，国会嘛是咱主权的象征。咱即马台湾阁有外交部，哦，虽然讲真侪人感觉外交部即马拢无啥咧做外交，外交小兵，但是咱台湾阁有外交部，其他国家的人要去咱台湾的时候，需要咱台湾的 visa 才会当入去，这就是主权的象征。咱台湾阁有军队，咱台湾阁有新代表，哦，啊，这就是一个主权的象征。所以咱台湾是一个主权的国家，这是属实，这是未当否认的，这嘛是民进党的核心价值。这是我来确保，啊，但是讲为着未来，咱台湾会当伫个一个和平稳定的这个情形之下来发展，啊，是讲会当跟其他国家发展更加好的关系。你安怎甲中国打交道？即马伫个中国事务委员会啊，甲扩大会议内底不断咧讨论，吼，啊，有人讲，哎，讨论在咧讲啥？你叫苏起来咧讲啥？叫苏起来是我必要的，啊，我去要求苏起来，去拜托苏起来过922公司。不是讲咱民间来去接受这个公司，不是，咱来去听看别人在讲啥。咱若不知影别人在讲啥的时阵，咱就另外不知影要安怎去反驳别人。哦，所以咱连个扩大会议也是即个迄个啊中国事务委员会来滴，咱听讲个这声音，咱何够较足可能性，会当拿出来，会当提出来。
啊，上尾啊，这个结果，不管是哪道陈述，哇，你家够敢给报过一遍。咱的核心价值，咱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一定是民进党要捍卫一个基本价值。啊，上尾吼，够敢大家拜读一遍，就是讲顶摆总统选举的时阵吼，大家确定。我知啦，总统选举了吼，为你吼，恐怕你总统选举了，大家吼，敢那受到足大个伤害，来算数据。啊，有个人我知，有个人会忧郁症。我伫华府的时候，有个啊，护理长来讲，伊倒喺面前倒三四个月变脸，足惨个，足忧郁个吼。啊，但是咱看过去这两年吼，咱台湾因为无赢啊，咱输起个不是敢那借款了，咱输起个是咱台湾人民的利益，咱输起个。是咱国家的利益，所以我直接甲大家拜托，为着咱台湾未来的发展，为着咱台湾人的利益，吼、哦，咱一定要继续支持这个捍卫台湾人民的利益的这个民进党，予咱民进党哦，即摆选举的时阵会当赢，会当赢过较济，会当唔是干咱赢，总统提名，会当伫个县市长的选举，会当伫个议员的选举内底，拢会当赢过较济。咱后一摆赢搁较济，就是咱2016的一个真大的保证。咱才会当甲咱台湾赢倒转来，会当甲咱台湾的利益赢倒转来，会当甲咱台湾的主权赢倒转来。我想，即马咱台湾的前景，看到足侪正好玩的所在，咱对未来，赶快来有一个信心。就是咱拄只听到合唱团唱的《天》，拢是对个。希望咱天光的这日早日来到，予咱台湾早一日做咱家己厝人。感谢大家。Thank you.